该了，等下我要交的功课我还没有做完呢。喂，你15岁了，功课也忘记做咩？快点借我抄啦。你15岁了，不会自己做吗？不要学中光老师啦，15岁。你这个人这样吵，不怕被中光老师看到啊？声音。喂，今天不咩？卡整啊！改了啦！我爱国语字典都没记住，但系美美老师也会滚呢。对吼、哦，等着李美美老师的课，我们没记住哦。哎，惊，家隔壁班就产生了。要上课了，等下什么节？好像是李宗慈老师的课嘞。哎呦，快点，不然等下又要被罚站了。牵挂弹指20年，终于再次相聚了。想说的话有很多，想感谢的人也很多。牵挂弹指20年，终于再次相聚了。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年，我们同窗苦读的好时光。牵挂弹指20年，终于再次相聚了。20年的岁月流逝，也悄悄地改变了你和我，还有他。牵挂弹指20年，终于再次相聚了。当年的我们，正值风华正茂，如今正经历着风雨，阅读着沧桑。20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悄然走过。今天，我们再次欢聚一堂，心还是那么近，情还是那么真。今天看着一张张熟悉又有点陌生的脸孔，心头顿时感慨万千。今天望着师长们鬓角新添的白发，心头微微颤动，只想轻声地说一声，老师您辛苦了。今天欣喜地看到了母校变得更加朝气蓬勃，心头那是越感骄傲啊。人生能有几个20年啊？朋友们，让我们今天暂时抛开生活和工作的负累，一起回到那20年前。